线从这里看过去整片都是稻田，后来盖起房子架起电线，于是这一片土地开始有些改变。有人把院子的围墙打掉改成了店面，有人在屋顶上种上花草弄个空中花园，甚至有人在自家门前装上霓虹灯，开了一家不三不四的理发院。过年不见，过年不见，有一天我又回到这里旧日的小巷，勉强地挤在高楼大厦中间，老周的牛肉面摊已经不见，推着小车卖豆花的王老头听说已经去世，巷口的杂货店也没有了，变成24小时营业的超级商店。永不改变。